们现在回来了没有？他们现在还没有回来，所以我们要赶快趁这段时间还没有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要进去做一些工作。是，那不啊，可先讲，如果万一我们工作的时候他这次回来了，我们就小声讲，对，小声讲。我们就蹲下来，小声的去做我们的工作。好，这样。那我们待会最主要工作呢，是我们要捡蝙蝠吃的东西。对，剩的东西。对，吃剩的东西，他们会有一些蚕啊，还是一些蛾啊，他们的翅膀，我们要去收集起来。我们准备一个桶子，我们还有手电筒去照，然后捡起来，然后呢，把它超过就是门外面的一些粪便，我们给它踩一点起来，我们要施肥用。对，主要是要可以做生态的教学。对对 对，因为我们的小朋友来的时候不晓得蝙蝠吃什么，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教育，让他们知道说蝙蝠原来都是吃这些东西。嗯，对对对，这是我们待会要做的工作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直接进去了。这个下面都是它的粪便吗？对。哦，那其实蛮厚的。哎，对啊。来，进来。这个蝙蝠的粪便，对，蝙蝠粪便亮亮的，会有点亮亮的，对，那这个就是我们施肥很好的肥料。对，这些虫真的好多哎，哇，真的各式各样都有，有很大，对，真的不少，蛮多各种种类都有。对，你就知道它一天要吃多少虫虫。我哦，其实我身体好痒。对啊，里面蚊子蛮多的。对，就，但我觉得这些肥料就是其实也是。从大自然取得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把它还回大自然，是一个循环，对，算是一个循环，对，蛮酷，蛮酷的，很感动，对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成功了，可以睡觉了，可以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就是等两位这一句话好吗？可以睡觉了，好吗？真的累了，来，哦，这一间是大家今天要睡的地方，果然是。好可爱哦，姐妹用的房间好可爱哦，大家捕梦网，I miss you 哦。那因为就是今天大家辛苦了，真的谢谢你们。那我们这没有什么很豪华的一个设备，不会，就是有电风扇，然后吹治疗风。对，那我们会用什么？治疗风。治凉风是什么意思？所以是自然的凉风，自然凉风。所以它没有空调的空调，对，就是电风扇。那就是前后窗户打开这样子。哦，就会对流的。那后面就是盥洗的地方。哦，可以听得到好多虫鸣鸟叫呢。可以，希望你们会睡得习惯。早上会有鸡叫吗？不会啊，我们这都是母鸡。鸡叫我会醒啊，这是个好问题。早上会有鸡叫吗？那就你们就休息哦。
休息休息，好，好，你交给我们，好，交辛苦了，好，对，晚安，谢谢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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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摆了，累了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徐姐有来吗？哎，我差不多到这了吗？好吧，这个我们来进去帮你服务。好啊，是，待会的话我们就是要喂饲料，好，喂饲料，还会去割一些草来喂它。我很努力的要仔细听他们讲什么，还是要学习。肯纳，待会的计划是这样子的，是我喂草，你偷蛋。我偷蛋吗？对。好，他追你，你赶快跑！我要把他套好。对，那这个有恐惧的，我们是来帮忙割草。我来割草，割草，割草就可以，割草就没问题的。来割草，就后面这个吗？对，要多少割多少。我们就收集一些要喂他的。就是说，鸡不能像放牧的方式，就是早上开门，然后就让它吃。不要了。然后下午再让它回家，这样。其实是有打算这种方式啊，但是因为我们这边因为环境太好，生态太好了，对，会有很多的老鹰哦，对他们来说，这个有了老鹰一定有的啦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一片呢，好像一个大餐盘一样。是哈，对。所以你有看过那个老鹰从空中这样忽然有下降，然后抓起猎物飞走？哎，之前是有看到抓蛇，很大只的蛇。像我就请教一些农业前辈，他们都说养鸡的话，上面还要围天网。啊，就是怕老鹰从上面的攻击。对，有野狗。什么野狗？你怎么了？突然有个鸡头探出来了。人家看你也不行吗？哇，不可以吗？这么介意吗？好，差不多了。那这个把关的在那边把风一下。把风，把风，把风。哦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他们来了。哇，他们都知道了。那下一个步骤我们要进去里面。你先。好，请。没问题。他们不会跑出来吧？哦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你要小心。他们真的不会攻击吗？我照到一台七只鸡的。然后这个就是把它放在这边的地板上。放在地板上。对，他们就会来吃了。就乱丢啊。其实你的鸡舍。很像，没什么臭味哈。对呀、啊，有四十几只鸡，其实照讲，这排泄味道会蛮重的。哎，可纳，快点，我看到蛋了。哪里有蛋？赶快偷蛋，快点，在那个房子下面，在那栋豪宅下面。哇，在一楼。丢那边，丢这边。这边没有看到。这个这样，我们这样拿这个。对，我很想去，但我现在被困住了。对，这样倒进去。有一只鸡在上面。在上面它不会怎么样吧？不会吗？准备好要捡蛋了吗？准备好，捡蛋，快点，可纳交给你。就靠近吗？放进去就好了。因为我现在被围住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我被鸡群围住了。鸡老大在上面，确定这安全吗？大姐，大姐，安全，安全。大姐不要生气，大姐吃的在这边哦，大姐，大姐，不要激动，大姐。救过。那个不好吃，那个不好吃啊，那个不好吃，那个又硬又黑啊，不好吃，不好喝。在下面有没有？大姐，我来喂大姐吃东西。哇，好恐怖！大姐来，大姐碰到我了，大姐吃一点。哎，大姐，哎呦，大姐吃啊，谢谢谢谢。呜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在看我。有几颗？它下蛋都会在同一区吗？哎，还有另外一区。哦，那边有吗？没有吧？有，那边也有哎。也有。哎，那边让我来捡。可我这样子有两个。那边可以在外面。就两个人。哦，那个可以在外面。对，可以在外面捡。大姐，你把我草都抽走了，我就没有了。你怎么那么凶？那所以我们从外面。可以去尝试从外面捡。哦，好酷哦。可以让把风的稍微体验一下。我觉得他们已经捡过，已经捡过。你要去吃早餐，他们早上已经捡过，可以留两颗给我捡。对呀、啊，要不然我们害怕哦。坐在沙发上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，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。请问今晚住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。